由 Toypoint 非正式发布，众星起源系列狮子座实物样板展示，可以看出这效果的确很赞，并且还展示了一下松紧度。首批大货分为普通版和星耀版双版本，星耀版的特点为表面整洁度高，光泽近似镜面，耐磨抗氧化，几乎不掉漆无色差，并且和普通版一样带有零件分色。星耀版紧随初版发售一批，普通版六张不到，星耀版六张半不到，预计2022年11月发售。